南加州庆祝农历新年是气氛特别浓厚，尤其是持续了相当多年的华人工商大展，每一年亮点都不一样。今年呢，特别邀请到了杨培安演唱多首好歌，大家不要错过这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农历新年的一大盛事之一，莫过于在南加州 Pomona 举办的华人工商大展，将近1000个摊位，包括食衣住行娱乐，精彩万分，还有难得一见的表演节目、特价优惠以及拿到手软的赠品等等。2017年的活动定在1月14以及15号周末两天，今年的歌手邀请到了中港台知名的铁肺王子杨培安，主办单位特别举办记者会宣传这个活动。一年一次华人社区最大的盛会华人工商大展将在1月14、15两天在 Pomona Fairplex 正式跟大家见面。这一次的展览一共有6个展览大厅，将近1000个展览位置，展览的内容各行各业，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文化各方面的资讯，都是在2017年最新的一个趋势。那这一次的展览有一个特色，就是去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动漫展 Cosplay， 得到非常大的回响。今年我们会继续主办，而且会邀请到超过50个网络红人的动漫角色扮演者来参与。今年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台湾的铁肺歌王杨培安先生到现场来做演唱，他的歌声嘹亮，让您回味无穷。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每一天的3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现场演唱会，将近一个小时的演唱，希望你们不要错过。除了杨培安的演唱会以外，我们还有100多档精彩的节目，100多个美食摊位会提供免费的试吃试喝，免费的礼品赠送。除了多个室内展厅之外，户外两条美食街，各种小吃、烧烤、臭豆腐、珍珠奶茶，满足您的口腹之欲。车商更将最新车款搬到活动现场提供试乘。每年还有幸运大抽奖以及嘉年华大游行，热闹的年度华人工商大展就在1月14、15号两天。更多讯息请至网站查询。中网电视采访报道。